传说当中，树篮内面有一位愿意听小朋友讲话的西亚西大赛。西亚西大赛，我要成功。我啦，西亚西大赛，是我成功。一个一个豆豆啊，讲，慢慢啊来。爸爸妈妈安排我上十种菜的课，功课都写不完啦，还要上真侪补习班的课。真正就是要做医生的。咱用机器来测看卖啊，恁有偌忝哦？咱即马紧来看结果啦！哇，在个课补习班占用的时间，真正让恁的疲劳指数升到危险等级呢！变来安尼啊？在个班真好啊！补习嘛是为着囡仔好啊！是我请因来的，囡仔这么疲劳，嘛会影响学习，所以适当安排囡仔的学习时间、甲休困时间，确保囡仔有适当的困眠、佚佗、甲自由的活动时间，才会当让囡仔健康成长。阮真正无想要半暝啊才返去厝的，想看卖，你早暗困几点钟？做功课甲佚佗的时间是安怎安排的呢？假使你是小乌龟甲兔仔，你会安怎做呢？